大家好，前面两节课主要给大家介绍了 Tornado 的 Cookie 用法。在 Web 编程中， Cookie 跟 Session 一般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还记得在浏览器里面就可以看到 Cookie 的内容，这说明 Cookie 是存储在本地机器上的，而 Session 则相反，是存在 Server 端的。一个 Session 也就是一个绘画，用于服务端追踪客户端的行为和状态。举个例子，购物车就是 Session 的一个典型的应用。因为客户端是在不同的页面买东西，但是最后 Server 端需要对之前所访问的加入购物车的所有的东西进行一个结算，那这个状态的追踪就可以用 Session 来做。 Session 应该来说只是一个概念上的东西， Session 一般就是 Cookie 所对应的一个字典。那这个字典的内容既可以存储为文本，也可以用 Memcache 或者是 Redis 这种缓存来实现，甚至可以存到数据库里面。 Tornado 本身并没有提供原生的 Session 模块。那今天将给大家介绍一下在 GitHub 上看到的一个 Session 的项目。在 GitHub 上搜索一下的话，其实可以看到有不少的项目。那这里选了一个我觉得写的比较好的，它实现了基于 Redis 的 Session。 Redis 和 Memcache 这两个软件主要是用来做服务端的数据缓存的。如果任何一个操作都需要从数据库去存取东西的话，那数据库的负担将会特别大。那么今天呢，我将就着这个开源项目给大家介绍一下 Session 的实现的原理。那么要使用基于 Redis 的 Session， 第一步我们就要配置 Redis。 那么第一步呢，就是去下载 Redis 的安装包，我们这里已经下了。解开这个包， cd 进这个 folder， 然后把它安装起来就可以了。sudo make install， 大家自己装的话可以 run 一下 sudo make test， 但是我这里已经装好了，所以我就不运行了。确认看 Redis 有没有跑起来，看一下 ps nux wrap redis，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 Redis server 的进程。 Redis 也是通过一种服务的方式在运行，它默认的端口是6379。配好 Redis 之后呢，我们接着来安装一下刚才说到的开源库。我们用 pip install。装好之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 PYC kit里面需要什么依赖的库？好，等 pip install 安装完了，它的依赖库就全部都装好了。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去使用 pykit 这个库。PYCKit 它自己的设定会从 application 的设定里面去读，所以要在这里设定一下参数。PYCKit 支持 Memcache 和 Redis， 那么我们这里要用 Redis， 就给它指定 engine 是 Redis。Story 节里面指定我们怎么样去访问 Redis。 Redis 默认的端口是6379。
像 DB Searches、DB Notifications、Max Connections 这些都是传给 Redis 的参数。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使用 PYC Key 的这个库了。先 import 一下。然后在想用 Searching 的 Handler Class 上面去继承一个Searching mixing， 我们 soft 点一下，然后看到 searching 就出来了。刚才说到 searching 和 cookie 是密不可分的，因为通常 searching 的 ID 是跟 cookie 一一对应的。那么我们在 set cookie 的时候，我们也可以设置一下 searching。 测试一下，我们刚才登录的 user 就是 test， 然后我把 test 放进了 cookie 里面。那么我们在这里把 searching 里面的东西打印出来，证明 searching 的确是存取成功了。这个库的源码也比较简单，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实现的。 search mix in， 那么它去访问 search 的时候，实际上就是访问的这个 property， 也就是 create mix in 里面的东西。那么 create mix in 在这里的话是保证这个 search manager 只创建一次， has addr， has attribute self， 这个 self 就是 context， searching manager 就是 manager property。 如果 self 里面已经有了 searching manager 这个字段，那么就直接 get 这个 searching manager 并且返回，如果没有的话就创建 manager class， 这个 manager class 在这里就是 searching manager。 总之最后这个方法返回的就是一个 searching manager 实例化的对象。我们重点看一下 Searching Manager 的 get 跟 set 的方法。我们 set 一个 Searching 里面的值的话，它要调用 change Searching， 那么这个 Searching 是 get Searching from DB。 好，重点来了， Searching ID 是等于 self.get Searching ID， 这个 self.get Searching ID 的话是 self.handler get secure cookie。 如果 cookie 里面没有 searching ID name， 那么就去 create searching ID， 也就是说创建一个新的 searching ID 付给 cookie 里面的 searching ID name， 然后 return 这个新创建出来的 searching ID。 这个 UUID4 的话就是一个唯一标识符，我可以给大家演示一下这里面是个什么东西。就是这么一串东西。那么我们看一下 Searching ID Name， 像这种全大写的话很有可能是一个常量。果然在这里的话可以看到它是 UIKit ID， 可以看到它这种写法能够保证一个 Cookie 对应的是一个 Searching ID， 因为它会先看 Cookie 里面有没有 Searching ID Name，如果有就把这个 cookie 键值对里面的 searching ID name 里面的值拿出来，如果没有就在 create searching ID 里面去 set secure cookie， 就把 searching ID 以及
申请本身的内容设置到 driver 里面去。那么很明显，这个 driver 里面可能是会有很多个申请 ID 的。driver 里面也封装了 Redis 的操作。我们的目的仅仅在于搞清楚 session 与 cookie 的关系，那么对于 driver 我们这里就不详细解释了。 get 跟 set 是一一对应的，一个是存，一个是取，原理都是一样的。需要注意一下的是 session 跟 cookie 都有过期的时间，那么是在这里去设置的 self.setting.get.cookies。 可以看到框架还是有一些很细致的地方，它设置了 cookie 的过期时间，如果没有设置的话，那么就设为 none。 刚才讲了 cookie 跟 session 是一一对应的关系，我们来看一下浏览器里面是不是真的有这个 pycketid 这个 cookie 的值。那么这里果然就有 pycketid， 过期时间是这个浏览器 session 结束的时候，其实也就是说浏览器关闭再打开。前面两个生存周期是浏览器 session 的 cookie 就消失了，那么剩下几个都是基于时间的 cookie。 那普通的 cookie 在我们没有把过期时间设置为 none 的情况下， Tornado 是自动的把 cookie 设置成了一个月过期。那么想要在 pycKey 的这个库里面去指定 cookie 的过期时间的话，可以这样做。我们把 expires 作为 none 的原因是因为 expires 比 expire dates 优先级要高，并且它指定的是秒数， expire days 可以指定几天。比如说我们把 expire days 指成一，那么我们看一下，我们再刷新一下的话，就可以看到它是 test 3了。好，可以看到之前是 browser searching ends， 那么现在就变成了 September 6到 September 7，也就是一天的时间。那么关于 cookie 的原理和使用，大家现在应该也比较清楚了。关于 searching 的应用，在这里给大家准备了一个例子。首先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效果。在这里实现的功能就是跨页面的实现 blog 内容的缓存，比如说 my test my blog， 然后再 searching， 我们把它关掉，然后再重新打开。我们刚才写的内容仍然在这里，那这样我们在操作过程中不小心把网页关掉，就再也不用害怕丢失内容了。这就是 searching 一个很典型的应用。那么这个功能是怎么实现的呢？首先我们在按下 control 的时候，就发送了一个 AJAX 请求到服务端，然后在服务端的 post 方法里面设置了我们的 searching。 我们再次打开这个页面的时候，是向post.html 这个 URL 发送了一个 get 请求。我们看一下 post.html 是被哪个函数处理的，那么应该是这个 other.html handler。 然后在 get 的时候判断一下它是不是 post， 如果是 post， 把我们的 title 跟 message 从 session 里面取出来，然后 render 到前端页面上去，那么就是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里也给大家分享一下我写的 AJAX 的代码。在 Tornado 里面写 AJAX 请求和在其他的 Web 框架里面写是差不多的，但是要注意的一点是，我们在这里开启了 XSRF cookies。 大家应该还记得我们在提交表单的时候必须要带一个 module XSRF form HTML，
这里面有一个 XSRF token。那么我们在做阿贾克斯请求的时候，我们在写阿贾克斯请求的时候，在 Tornado 里面如果没有 XSRF token 的话，就会报一个错误。在这里我用了一个有点取巧的办法，我在后端 UI Models 里面把 self.handlers 里面的 XSRF token 取出来了，然后作为一个 UI Models。 那么在前端的话，可以用 model 去调用我自定义的 XSRF， 就在这里。我把这个 token 取出来之后，直接放到 Ajax 请求的 data 里面去，那这样就绕过了后台 XSRF 的检查。短短几行代码就可以实现这么酷的功能，大家是不是对制作一个 blog 网站越来越有信心了呢？总结一下今天的学习，首先我们安装了 Redis， 然后我们使用了第三方库 PyKit 实现了基于 Redis 的 searching， 并且阅读了相关的源码。最后我们演示了一个基于 Ajax 提交 searching 缓存的例子，实现了在 searching 生存期间不丢失编辑内容的功能。谢谢大家的观看，那么今天这节课就讲到这里。